我知影董爷在哪。有日进前，我要带你去过迄间百年会馆，你要上班。不管你伫遮听到什么八卦，秘密，保护交代你家己的人客就好。做李董爷真正足忝的，我即马叫做你去。我看到你，我就想起以前我有寡尔害，我拜托你离开好不好？都是这个味啦，我真正足怀念的。我是在想，姚父的身体一定有出现状况。啊，当然嘛，相识一段时间啦，咱已经算是朋友啊。所以只要你有什么困难，你跟我讲，我一定给你斗相共。那咖啡不是啉了，人真真的好。我那突然间爱困。我想应该为本党的身躯顶找答案，想办法检验。我会请素娃摕姚父的头章，咱私底下摕去检验，你感觉安怎？有人客的指名要找你，我两只公你在做小三，真可惜。今麦上来私人会所做职业小三，差点麦阁交掉我的生活。我今日已经无任何的交差了。路见小三，人人喊打。你就靠在你的面，看起来无辜，跟安迪袂甲零落色。我今日就和你拍相，我管你穿什么衣服，安迪。你确定你拢处理好势啊？饭姚父拢袂精神过来。我有啊，下就到。伊一直困到明仔载，门当锁定，是的，我必须利用你，换转来我的人生。